皇上赐了我一碗篦子汤，听说不是给我一个人送，那我就放心了。我喝完后发现碗底出现四个字，再来一碗，真想将狗皇帝的腿打断。最终我忍了忍。自从皇上和元申去印一同坠湖后，皇上就变得严重超脱骨质，皇上内心已经换人了，这是我最近几天的观察后发现的真相。至于我这个元申，简单来说就是似无透明人，无心机，无脾气，无人脉，无上进心。和元申一波进宫的美人们都一个个当上妃子、贵妃，甚至皇后，就元申还处在嫔的位分。说直白点，就是吊车尾，被众妃嫔们挤到冷圈里。好不容易发奋一回吧，结果就和皇上一起掉湖里。元申双眼一闭，就换成我来接管，委实头疼。当然不会想和那样欢脱的皇上来一场老相相识，实在太侮辱智商。我还想长命百岁的活下去呢，可想法很美好，现实总能冷不丁的给我一巴掌。起因还是因为我和皇上同时坠湖，引起以皇后和贵妃为首的诸多嫔妃不满，皇后更是以身体抱恙为由，将我困在这潮湿逼仄的寝殿内。这样的话术一般都有隐喻，让我不要和皇上太过接近。难道接近我就会产生霉运吗？现在的我并不知道，宫内确实有这样的结论，就连皇上也不能幸免。嘿，我就纳闷了，这坠湖的梗还绕不过去了。在此期间，皇上他又霜落灼的在后宫闹出幺蛾子，而这次的幺蛾子不是闹全部人，而是针对我。那本该对我避忌万分的皇上亲自来到媳妇宫见我。薛小主，您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跪下接驾？徐公公尖着嗓子的声音出现在我耳边，顿时将我惊了一下。好了好了，不要吓到他，皇上不赞同的说道。我刚刚挣扎完要弯下我的膝盖，可对方就已经赦免，显得我的挣扎毫无用处。不出所料，我现在已经完全从后宫女人们对我避之不及进化到后宫女人们的公敌。我也想不明白，皇上内司为什么会突然来这里并单独见我。所有人都在谱上，就他离谱。陛下，贱妾不祥，还请陛下。我正要将外面的说辞说一遍时，就听到对方毫不在意地打断道，曲嫔，咱们呀，要不信谣不传谣，特别是你自己，不能如此看不起贬低自己，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皇上看了看我居住的殿内，似是有些不满，对身边的徐公公说道。我说老徐，怎么能让体弱的曲嫔住在这么阴暗潮湿的地方呢？他的身体还怎么养得好？赶紧给人换一个地方住，好好养身体才是重要的事。徐公公听完这番话，弓着身子请罪般的说道，是老奴办事不力，还请陛下责罚。而我身边的竹翠疯狂地在向我眼神暗示着什么。等一下，我现在该做什么？竹翠见我毫无反应，欢喜地跪在地上，声音洪亮又诚恳地说道，小主身体不适，便由奴婢替小主谢恩。原来是要谢恩。我正打算跪下，听完竹翠的话，突然觉得跪好像有些不适合，那就只能装一装柔弱。可我怎么想得到，皇上他亲自扶住了我。哦豁，这下要炸锅了。金小透明屈嫔竟然对皇上投怀送抱，我连头条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就没那个意思，变成有那个意思了呗。徐公公也是个人精，见状就悄悄招呼着殿内的工人退下，只剩下我和皇上。陛下，您还要抱多久？我忍下心里的不耐烦，出声问道。哪知皇上眼眸一亮，说出我只会在小说里看到的台词，屈嫔似是与后宫其他女人不同，这该死的特别怪我咯。我差点当着他的面翻起白眼，我得忍住。陛下真爱开玩笑，我张口说道，可见皇上一点要笑的意思都没有，只能尴尬的笑了笑。3.14，皇上缓缓说道，像是在印证什么。我将那15926死死的憋住，装作不解的问道，陛下您在说什么？穿越这种事实在概率太小，又怎么会有第二个人也如此幸运呢？皇上说着猝不及防补了一句，21世纪成都。见皇上如此执着执迷不悟，我只能再三说道，陛下妾身听不懂，看看都将我都逼到哪份上了，再逼下去我就要装晕了。小猪佩奇闻身上，皇上接着道，妥了，我知道该装晕了。哎，你怎么晕过去了？皇上略显焦急地说道，那就别怪我失礼了。突然脚下腾空，整个人都被皇上抱在怀里，见他轻轻地将我放在床榻，对殿外的人说道，老徐赶紧去叫御医，屈嫔晕过去了，我求求你别再给我阳光了，我一点都不想灿烂。装晕的我也只能在心里大喊，只求这个自曝身份的皇上能马上立刻离开我这里。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守在我床边，还等着御医来，还嘱咐我的婢女好好照顾我。这是人干事？差点就要将我很看重你五个字纹在我脑门上，我都已经想到以皇后为首的各宫女人们会如此对付我。不过一想到皇上都忽悠过去了，我觉得自己还能再苟苟。可我忘了这里是后宫，根本就不需要听我说什么做什么，大家都只认准皇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很不巧，皇上来过我的寝殿后，徐公公很快就安排了一处清雅的大殿给我住，还说皇上特意安排。皇上来过我的寝殿后，所有补给都已经有工人喜滋滋的送来，还说皇上特意安排。皇上来过我的寝殿后，内务府更是不通过皇后安排，直接将我的绿头牌送到皇上跟前，讨好之意无需言表。种种迹象都表明我离死不远。相比皇上的不正常，他人虽然看出来，也只敢在背后议论。可我不同，家世和地位都已经将我限制得死死的，只能暂时待在这个位置，俯小坐低，以求安稳，再找机会展现才华和抱负。可狗皇帝，你没有心，有这么连累人的吗？屈嫔小主，皇后娘娘召您去凤仪殿。皇后身边的嬷嬷笑着和蔼地说道，这已经是第30次来亲自请我。和前29次的结果毫无差别，皇后娘娘总是会不断提高我的求生欲。我半个身体都靠在竹翠的身上，实在是膝盖太痛。
这次皇后以礼仪太差为由，直接让我在凤仪殿练了300次跪地行礼的姿态，膝盖快要碎了。不行，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死在这里，得想办法逃出去。为了保命，逃跑已经成了我的首选。但我万万没想到，机会就来得这么突然。也不知皇上在欢脱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突然要训练起御林军，还是将皇宫里所有御林军都拖到偏僻的殿宇训练。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悄悄地收拾好细软，看着熟睡的竹翠，心里万分抱歉。这种事，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夜深人静时，我猫着身子，沿着宫墙的阴影处，小心翼翼地挪到宫门那条僻静的小路。只是，前面怎么有一个人影？和我同款的偷偷摸摸。我顺手从包袱里拿出一根簪子，在心里模拟怎么将对方放倒，对方就已经察觉到我在接近。不要动，我先发制人的将簪子抵在对方的后心，另一只手在比划，以什么角度能将对方拍晕。正当我要行动时，对方一个转身，一手握住我拿簪子的手。慌乱之下，我另一只手就扇到对方脸上，啪的一声，在安静的小路里十分清脆。我听到他倒吸一口气，那张脸上的面罩都已经脱落，露出他的脸。他竟然是皇上。我用力的想将手从他的手里挣脱，可他握得实在太紧。你是女人？皇上眼里闪过一丝惊愕，随后狼狈的将手松开。虽然我不知道穿越成皇上的他为什么要半夜穿成这样出现在这里，但我的脚步却没有因此而停留。我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地下黑手将他打晕逃走。你待在这里不要出声，朕先走一步。皇上说着重新将面罩戴好，鬼鬼祟祟的就要往外走。和我同款夜行衣，同款面罩，同款带细软，同款鬼鬼祟祟，怎么想动？你不会是要逃走吧？我上前抓住他的手腕，低声且诧异的说道，你都已经是皇上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什么要逃走？朕命令你放手。皇上低声说道，侧头看我时，我还能看到他眉头拧着。你走了，皇宫里的人怎么办？这个天下该怎么办？我严肃地问道。我不反对他逃走，但他带着皇帝的马甲出现在这里，享受了皇帝的权利，就该承担起皇帝的责任。如今他既是要逃走，那就该将后续安排好，比如该立谁为太子，谁是辅佐大臣，后宫未被宠幸的嫔妃们该如何安排等事情。皇上这才认真地看着我，另一手掀开我脸上的面罩，由怒意转变为激动，他一把将我抱住，如无措委屈的孩子般，我就知道你和别人不一样，一定是我的同伴，既然都已经穿越过来了，你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当皇帝实在太难了，决定一旦下错就无法更改，而且整个国家都压在我身上，太难了，实在太难了。你看，我都快秃了。我身体僵直了片刻，这才意识到他这是在向我哭诉。等一下，他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确定我也是穿越来的？皇上，您，我还准备敷衍一番，可话还没说完，身边很快就亮了起来。在被火光团团围住时，我和皇上正在相拥。这下要完，果然不能低估女人吃醋的能力。光是我和皇上在御花园相拥的场景，就已经在后宫传了不下十个版本。没有错，一个小透明曲嫔半夜不睡觉和皇上在御花园卿卿我我，更是被比作妲己之类的存在。虽然我与妖艳两个字不搭边，但总有能让我和他搭上边的人存在。许贵妃和众多嫔妃们见了我，那是一个个阴阳怪气。即便我小心翼翼地甘做绿叶的隐藏在他们其中，还是被滴溜出来。好好的赏菊宴，硬生生被许贵妃换了一个主题。皇后您还管不管？我抬头看向正座的皇后，她却是一个眼风都不给我，带着自己的婢女悠悠地走到另一边赏菊。最大的管事都不管了，那我这种后宫小员工只能啪。谁在我跪的地方扔石子？本来我是打算柔柔弱弱的跪下，积极认错，争取宽大处理，等许贵妃口头教育一番，然后再装晕，就能将事情先过去了。但我没想到，横空出来几块碎石头，应该是花坛里的装饰石头，就算打磨光滑，跪在上面就等于在坑洼不平的地上跪着，着实难受。借着裙摆的遮掩，我原想偷偷的将石头挪出去。许姐姐，您看她连跪都跪得不老实，显然是没有将许姐姐您放在眼里。在许贵妃身边的女人，应该是某某妃，轻声的说道。随后就有更多人的附和。实际上，我对后宫这些没什么名头的妃嫔没有任何印象，但他们好像对我印象太深。打小报告和落井下石做得淋漓尽致，我知道他们都是在不满我和皇上在御花园里的礼报。要是可以，我倒希望皇上快来抱抱他的女人们吧。也不知当初是怎么学的礼仪，皇后姐姐恐怕那几日都已经教烦了，那就只好本宫来教教屈嫔尊卑礼仪。许贵妃气愤地说着，即便如此，表情和头上的步摇一样，动都没动。来人呀，和我这走路耳坠都会晃一晃的人相比，他们的礼仪确实太好，但我不想学呀。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我只能跪谢。什么事竟然让你发这么大的火？明皇的龙袍从殿外走来，身后跟着徐公公。不用多想，就是那个皇上，他带着浩浩荡荡的人朝我这边走来，眸光在看到我时嘴角露出笑容，好像在说我来英雄救美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我偷偷翻了个白眼，真希望自己能有隐身计。皇上您是看我升天的速度还不够快吗？我忍住心里的话，觉得事情已经不受控制，免得皇上开口锅冲我来，我只能连忙装晕。只要我晕过去，任何锅都背不到我身上。哪知皇上不顾那些请安的嫔妃们，一把将晕倒在地的我搂在怀里。我特么要说脏话了呀。屈嫔你还好吗？老徐快叫御医啊！皇上大喊大叫道，抱着我就往殿内冲，留下一干人等傻眼站在原地。反倒徐公公已经波澜不惊的安排人去请御医掌院来把脉，就连皇后那淡漠的眼眸里都多了一丝不可思议。我被皇上抱到内榻，
头枕在那金丝软枕上，心里却是泪流满面。赏菊宴是在皇后娘娘的凤仪殿举办，而皇上抱着我直奔凤仪殿内殿的寝殿处，于是我就如此被动地躺在皇后娘娘睡觉的床榻上，俗称凤榻。我和皇后还能算井水不犯河水，可这样一来就能彻底变成冰火两重天。别装了，我知道你是装晕的，皇上憋笑地说道。我现在已经不想装晕了，就让我原地直接死了吧。见我没有反应，皇上解下他腰间的玉佩，用穗子在我鼻尖划了划。最终我忍无可忍，将那作乱的玉佩抓在手心，侧头就见皇上的没心没肺的笑意，顿时怒火中烧。要不是不能打他，我早动手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装的？我冷冷地问道。要是无意识的晕倒，应该不会特意选平坦的地方晕过去吧？皇上笑着说道。你是等着我来救你才故意装晕的，是不是？我跪的地方全都撒了碎石头，体会过那石头带来的疼痛感，我自然是要选一处没有石头的地方倒下去。可我没想到皇上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观察力挺不错。但现在要他的观察力有什么用？既然你知道我是装晕，就知道我不想和他们纠缠不休，当时你要是不管我岂不是更好？现在平白增加一些，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有人唱到高玉一的声音。这时候只能一装到底，我重新又躺回去。皇上反倒若有所思的模样，等御医把完脉，派贴身太监徐公公送我回宫，自己留在赏菊宴上。当然我以为皇上他终于明白了后宫要雨露均沾的道理，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可明日我才知道，死又算什么呢？可能还是一种解脱。就是那个离了大谱的皇上，他竟然在赏菊宴上公开表明对我的喜爱，更扬言在后宫罩着我。我可谢谢您呢。小透明曲嫔终于在有生之年抱到天下最大的大腿，皇上。当然后宫的女人们自诩都是皇上的女人，个个都是精心培养的宫斗选手。许贵妃总是时不时派人送来各种布料饰品，更是连自己贵妃制的膳食都特意送来给我吃，美名其曰和我打好关系。各宫嫔妃们也送来礼物，各种邀约不断，恨不得我365天连轴转，一个不去吧，他们就会说我目中无人。要是都去，我的命恐怕早就被他们折腾完了，最终只能装病，每天找各种症状来生病，也很苦呀。许贵妃的捧杀太过明显，各宫嫔妃们更是姐姐妹妹相亲相爱的架势，皇后娘娘却是稳坐后方。说实话，要是皇后娘娘有所行动，我还觉得自己能再苟一苟，但她岿然不动，那才是真正的高手，不动声色的等待时机。正当我在东想西想时，婢女端来一碗汤药，我忍住要吐的冲动。这辈子和上辈子要吃的中药份额都在这几天吃得满满当当，那可比吃黄连还苦，再吃下去没病都要有病。我示意婢女将碗放下，吩咐着将前几天内务府送来的波斯猫抱上来。结果这一抱来就不得了，猫将汤碗打翻，爪子沾到汤药还舔了舔，结果整只猫都死了。这是我离宫斗最近的一次，万万没想到竟然敢在我的汤药里下毒，如此神通广大还不被发现，甚至最后只有一个熬药的药童出来顶罪。是皇后还是许贵妃？许贵妃近日频频向我示好，已经用捧杀来对付我了，应该不是她。要是后宫最大的管事要对付我，以后这样的事故只会越来越多，而且还防不胜防。这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和皇上相认了。当时我以愁云密布的表情去见皇上时，他却笑得春风和煦。他拉着我的手，不顾周围人隐晦的目光，将我带到自己寝宫内，根本就不需要刻意传播，很快整个后宫都知道屈嫔被皇上亲自牵到寝殿，两人当夜就在龙榻歇息，就连徐公公都被赶出殿内。孤男寡女能做什么？后宫众人的脑海里都已经有了画面，可真正的当事人，我和皇上正神色严肃地在案桌两边对坐，哪里有心思去管外面的纷纷扰扰。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装傻到最后，皇上亲自为我倒了一杯茶，尽显绅士风度，好在我耐心足够，终于等到你和我相认。你不知道我等了多久，差点就我眼神复杂的上上下下将皇上打量一遍，能够听明白他未尽之言，估计又想着逃跑吧。当初九王夺位，谁能想到最后却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子捡到皇位，这个幸运就是当今皇上。生母不详，父亲不理睬，也算平平安安长到20岁，就因正统两字他才有资格登上帝位。匆匆娶了世家女，或许是通过各项考察最终定下封号，而不愿表现的原身却一直是嫔位。这些基础信息都说明一点，皇上定然在朝上受到钳制，再加上穿越来的这个人太过欢脱，根本就不适合蛰伏这样的形象。当众臣将国家大事都一股脑丢到他面前，自然会衍生出要逃的想法，恐怕也是为了让皇上意识到朝堂之事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让他知难而退，安安心心的当一个傀儡皇帝。你说的太对了，皇上在听完我的分析后一拍大腿，连忙承认道，我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啊，那些奏折上的字虽然我能看得七七八八，但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也太为难我理科生了呀。理科生也不错，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是弄出什么火药火枪之类的，至少在战力上就没有任何国家能小瞧我们。我认真的说道。见皇上一脸为难，你不会是？皇上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十分坦诚的说道，学的不是很好，懂了，就是完全不能指望了呗。我顿时觉得头疼无比，能把学渣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的恐怕只有眼前这个人了。你不是行政管理的吗？正好能管理管理这些事，我直接放权给你，你放心大胆的去做。皇上十分大气的说道，似乎根本就没意识到女人当权在这个古代是行不通的事情。见我脸色不好，皇上像做错的孩子般略有些可怜的说道，这不行吗？那我每次批奏折的时候都叫你来，到时候我们一起批。
要不然我将你打扮成小太监，陪我一起上朝。我轻轻叹了口气，最终说道，批奏折可以。好，皇上乖觉地说道，又对我笑了笑，还好我有你在，否则我都不知该怎么办。能遇到你实在太好了，突然有种不可替代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我别过眼，不愿再看皇上那笑得格外灿烂的笑容。还有呀，你别一直叫我皇上皇上，叫我沈博远就行了。皇上说完，像是发现什么新大陆，我和这个皇上的名字一模一样，所以他会不会是我祖宗的祖宗之类的。我扶额，十分不愿相信这么幼稚的言论。可沈博远说得很认真，见我不言语，又念了下去，不是也没事。我知道你想回去，可你试了那么多办法回去了吗？我缓缓说道，见沈博远眼中的光亮越来越暗，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回去了。既然来了这里，也只能随遇而安，不要再想这些注定让人失望的东西。所以你才会装作古人，不想引起我注意。沈博远小心翼翼地问道，还不敢拿正眼看我。难道是我说话的时候太严肃？可是工作状态并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了呀。我淡淡地回应一句，见沈博远小声地哦了一声，乖得像只小奶猫。看他犹如委屈巴巴的神情，我不由伸手摸了摸他蔫蔫的脑袋，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要气馁。我知道了。沈博远反手握住我的手，瞬间表情就变得轻松起来。放心，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看来他是知道了，我这次来找他不过是无奈之举，为了自保罢了。自打我和沈博远相认后，他对我的宠爱那是无孔不入。身边得力的嬷嬷是沈博远亲自挑选送来，店内的摆件又重新换了一批，御膳房更是安排专门的御厨给我做饭，每天徐公公都会接我去养心殿。要不是我拦着，沈博远恐怕早就进我的位分，恨不得我和皇后肩并肩。如此厚爱，自然让我听到很多酸话，但他们只敢背地里说，毕竟就连皇后都要避我的锋芒。我现在对后宫的女人们没有一点兴趣，毕竟我现在忙的都是国家大事。在我看了一天古文的奏折后，揉了揉吃痛的额角，随后我感觉到有人在为我捏肩，我连忙转头，就见沈博远手法娴熟的揉肩，还贴心的问道，这个力道怎么样？我点了点头。这是我专程为你准备的安神茶，今夜太晚了，你就在这里睡吧。沈博远说道，见我没说话，连忙补充，你睡床，我睡榻。怎么不打地铺了？我笑着问道。实在是逗沈博远挺好玩的，虽然他和后宫其他女人说话有调侃之意，但举止并没有越线，就连体贴都是恰到好处，可以看出他在女人堆里游刃有余，但毅力不行，又不能吃苦。然而心性活泼阳光，可想他在家里很受宠爱，且家世优渥，根本就不需要为琐事烦恼，应该不是暴发户类型，教养很好的富恩代。有些硬，沈博远委屈地说道，我睡榻可不可以？隔着窗帘我看不到的，也没有梦游的习惯，绝对不会偷偷爬上床。越说沈博远的声音越小，即便沈博远打地铺，也是一个在前殿一个在后殿，而前殿是用来议事和批奏折，后殿是正经睡觉的地方，而舒适的软榻只有后殿才有。我已经见到沈博远揉了好几次腰，可想他确实受不了地面的硬度。好，隔着床幔你也看不到的，我平静地说道。一听我答应了，沈博远脸上立刻浮现笑容，更加大献殷勤，不仅给我揉肩，还帮我揉太阳穴。嬷嬷倒茶搬椅子已经是他每天都会为我做的事，在殿门之隔任何人都不知道贵为皇上的沈博远做着贴身小厮的事情。明日你将这个奏折的格式告知诸位大臣，以后不按照这个格式递奏折，概不处理。要是他们嫌麻烦不愿意，那就让中书省，也就是你的秘书处，按照这个格式一一填写上去。我将一份我定好格式的奏折递到沈博远手边，虽然现在上奏来的都是小事，真正的大事还掌握在他们手里，但小事也要处理得漂亮，让他们知道你这个皇帝已经成长起来，不再任人摆布。沈博远慎重地接过空白奏折，看了看里面的格式，大为称赞地说道，这样看起来简洁明了多了，因果写全再写诉求实在不错，就像上学时候的请假条一样，我怎么没想到。还是你聪明，我笑了笑，他总能找到很多理由来夸赞我。其实这不过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夸奖呢？还有许贵妃，我刚起了一个头，正想让沈博远对许贵妃好一点，毕竟他母家是将门，需要好好拉拢，我立刻去帮你讨回公道。沈博远问都不问缘由，立刻就要往外走，俨然忘了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看到这样一脸怒容要去帮我讨公道的沈博远，我心里突然一动，我连忙将这样的心思收起来，平静地说道，现在在这后宫谁还能欺负我，你别多想。倒是沈博远并没有发现我的不对劲，睡前特意和我说了晚安，这才抱着被子睡在软榻。天还没亮，他就已经将被子悄悄地放回床榻，装作一副从床榻醒来的模样，任由徐公公服侍穿衣上朝。每次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六点上早朝，批阅奏折到凌晨，看来皇上这个职位更容易猝死啊。随着沈博远释然出药权的信号后，奏折的数量明显增加，处理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一时间我也不知是好是坏，他除了要去前朝应付大臣，下朝后和我一起批阅重要的奏折，有一点还要传召大臣叙事，在他叙事期间我还要继续看奏折，恨不得将一个人掰成两个来用。如果光是沈博远一个人的话，恐怕逃出宫才是他最优的选择，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感可言。等一下，难不成他是为了我才留下来？我猛然愣住，以沈博远皇帝的特权，我查了查先皇档案，果然有殉葬这一说，为侍寝或者为有子嗣的宫嫔都是殉葬的人选，除皇后之外。他是因为这个吗？
等我回过神来时，才见沈博元已经站在我身边，挡住了一半光亮。他眸光落在我手指指着的地方，笑嘻嘻的将书收走。今日御膳房研究出一道新菜，你陪我吃好不好？见到沈博远的笑脸，似是忧愁的事都会随之过去。我回应道，好。他总是用这种好不好的撒娇语气和我说话，真是让我无法拒绝。再次提及许贵妃时，是在看到那份奏折时。虽然奏折里字字没提许贵妃，但言语间便是劝谏皇上不要专宠，要雨露均沾之类的话。是啊，我怎么忘了呢？在这古代都是子嗣代表血脉昌盛，三妻四妾不过是为了开枝散叶，作为皇上的沈博远自然是要和别的女人传宗接代，理应如此。一想到此，手中的朱笔怎么也批不下去。或许是见我看一份奏折时间太长，沈博远悄悄地来到我身边，一看到奏折上的字，瞬间就将奏折扔到一边，生气地说道，都是在胡说八道，孩子生那么多有什么用，还不如好好的养一个，免得发生夺位的事。要是能再多生个女儿也不错，一定是小棉袄。沈博远说这话时偷偷看了我好几眼，而我并没有注意到。确实，你作为皇上理应让皇家血脉绵延不绝，后宫也该雨露均沾。我愣愣地说道，字都能看得明白，可连起来说出口，怎么感觉心里不是滋味。曲莹，这是你的真心话？沈博远不由声音变大，第一次听到他这么大的音量。我呆呆地看了过去，见他满脸怒容，无奈地说道，你是皇上啊，应该履行职责。你真是气死我了。沈博远夺走我手中的朱笔，让我面对着他，双手捧着我的脸，除去身份呢，只将我当作陛下。皇后娘娘来见您了。徐公公在殿外朗声说道。皇后，沈博远轻声重复着，语气略有些不耐烦，不见。你该见她的，让皇后娘娘进来吧。我缓缓说道，将心里的酸涩吞下，伸手要将沈博远捧着我的脸拍开。你真是要气死我才满意吗？沈博远大怒，一手将桌上的笔洗奏折推开，一手抱着我的腰让我坐在桌上。你怎么能这么大度啊，你是疯了吗？不对，你一向理智冷静，疯的人是我。算了，你就当我疯了吧。沈博远说话乱七八糟，眼里闪过一丝坚定，脸突然凑到我眼前，要是不喜欢你就推开我。看着他越来越近的脸，我连呼吸都滞了一下。面对这样的冒犯，我应该推开他的，可我就在他得寸进尺之时，殿门也忽地被拉开，冷风灌入之际，我头脑也瞬间恢复过来，两唇相抵之间，片刻温暖被冷风吹散。而皇后娘娘和她的婢女以及徐公公都目瞪口呆地站在殿外，看着我和皇上，真是疯了呀。这次要装晕吗？沈博远看着我的眼睛轻声问道，他的呼吸热团团地扑到我脸颊。这下不装晕会死得更快吧。正好晕下去，沈博远有力地将我抱住，对还在殿外的徐公公说道，快去请御医。我发现沈博远已经将我的套路摸得明明白白，或许更是将我的心情也拿捏得十分精准。我内心焦虑地躺在床榻上，这是我睡过无数遍的龙榻，此时我只觉得难受至极。隔着一个殿，我不知沈博远和皇后究竟在说什么。在御医把完脉之后，沈博远就让他们退下，静静地守在我床边，轻轻地叹了口气。其实皇后早就知道我对你的心意，早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一激灵从床榻坐起，细细想着一直以来皇后对我的态度，不咸不淡地处着，就像完全中立般。借着沈博远的特权，后宫的风吹草动我也能很快察觉到。而当初药汤里的毒并不是剧毒，会让人虚弱，但用在猫这样的动物身上，如此小剂量就会变成剧毒。最后查出幕后黑手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妃子，被沈博远打入冷宫，期间并没有皇后或者许贵妃的身影。许贵妃只是表面凶的一批，实则行事也算光明磊落，皇后一直都事不关己的模样，才会让我不自觉地多多在意。然而发现她好像真的事不关己，准确来说，皇后根本对后宫甚至对皇上都毫不在意。不过皇后突然来养心殿看望沈博远，总感觉不对劲。我将这个疑问问出，沈博远颇为无奈地说道，皇后是来送糕点更可疑。但沈博远似乎不在意，缓缓地说道，我与皇后已经谈过了，以后在后宫她会护着你，要是其他妃嫔要对你做什么，皇后处理不了的话，就让我来处理。我一时间心里很乱，不光是沈博远那时候的吻，还有后宫里那些我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需要静一静。你休息吧，我不打扰你了。沈博远摸了摸我的脑袋，柔声说完，一不三回头看我，好像在期待我说什么话。这几天我想静静，我平静说道。我抬头就见走远的沈博远立刻跑到我床边，眼神迫切地看向我，难掩失望，但还是乖乖地说道，好，我已经长大了，能自己一个人批奏折了，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可以的。这语气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沈博远主动地拉着我的手搭在他的头顶上，恋恋不舍地说道，你一定要记得回来呀，静静一定没有我可爱，所以不能长时间静静，你是男孩子怎么能用可爱能形容呢。我忍住心里的吐槽，顺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认真地说道，知道了。得到我的回答，沈博远这才笑了起来，说了好几次我走了的话，可人赖在我床边。一直到晚膳之后，沈博远才叫徐公公送我回去。这种难得的假期实在有些别扭。在皇后接二连三地送了半个月糕点时，我才明白沈博远和皇后达成了什么交易，让皇后在后宫护着我的代价便是让皇后给自己送半个月糕点。怎么看这样的交易都很奇葩，平白无故的皇后为什么要以送糕点的名义去见沈博远呢？我也曾试探地问过，但沈博远根本不在意皇后怎么想，他好像更高兴我只歇息了三天就来见他。而我也习惯和沈博远一起批阅奏折时，听到徐公公在外通报皇后娘娘来了，这时我都会默默地退出去。然而与皇后娘娘擦肩而过多次，我发现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对沈博远来说就没那么友好了。
我在思考到底告不告诉沈博远，他被带没过多久，等到天下都封了牙印，众人都休沐的时间，除夕。这段时间，皇后作为后宫之主，办理着各种宴席，身边的婢女也总是会和皇上的武装部御林军接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在我发现那个秘密后，这样的接触在我眼里就变得不正常。直到无意间我发现一个和皇后身形很像的婢女匆匆地走过御花园，要不是惊鸿一瞥见到皇后的侧脸，我也不会偷偷摸摸地跟来。屈嫔，你怎么大冬天的在御花园里？沈博远的声音响起，他脸上带着笑容朝我这边走来，依稀间似是还能看到他身后有条大尾巴在甩来甩去。用得着这么高兴吗？我在想着以什么理由将沈博远支开。一定很冷爸，我给你捂捂。沈博远说着，温暖的手握着我的手，我送你回寝宫。我看了看五步之外的徐公公等人，想了想那装作婢女的皇后，连忙说道，我们快回宫吧，外面确实有些冷。沈博远笑了笑，笑容里多了几分我没看到的宠溺。我拉着沈博远匆匆离开，猛地听到前尘就往，无需再提。随后又听到男生说着我忘不掉的话。沈博远似是听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做了个手势让徐公公离开御花园，偷偷摸摸地拉着我往声音来源处而去，期间还小声地对我说道，没想到皇宫内还有八卦，我们赶紧去听听，你不想听再往前你就要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戴头上了。起初我怀疑皇后只是不对劲，现在听来皇后岂止是不对劲，更是法外狂徒。无论是武大郎还是牛骨露甄嬛的故事都足以让我警觉，可万万没想到这一天我和沈博远一起听到了皇后和御林军赵婷之间的只言片语。这种吃瓜吃到自己头上的感觉我不是很想懂啊。我小心翼翼地打量沈博远的神情，却见他听得认真，时不时的还点头赞许。怎么感觉画风很不对劲？赵婷是御林军里比较杰出的世家子弟，文武全才，这样的人本该走文后武官，谁也没想到他竟是走一条纨绔子弟镀金之路当御林军。皇后就更不得了，连续半月送糕点都是为了暗中见赵婷。这是什么孽缘？但看沈博远表情应该是很赞赏这段痴情。醒醒啊，你被绿了呀。我真想晃一晃沈博远脑袋，听听里面是不是装了水。奈何现在我俩躲在假山后面偷听着他们两人对话，直到他们两人各自离开，沈博远表情复杂。我不由拍了拍沈博远肩膀，最终开口道，都会过去的，你要坚强。你看皇后并没有想过离开你，你该……沈博远却反手将我抱在怀里，下巴靠在我的肩膀，瓮声瓮气地说道，原来并不是友情就能在一起啊，搞半天你只听出这些吗？我差点死于沈博远的脑回路。在他们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悲剧爱情里就没品出别的。拥抱之后我就见沈博远通红的眼睛，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刺激他了。全天下的人都在愉快的过年，只有我觉得沈博远心情不佳，就连在席面上也只是强颜欢笑，失了往日的活力。难道被戴绿帽那件事让他一蹶不振？可能是男人的尊严被挑衅，伤到自尊了吧。然而该如何安慰他呢？我也不知该如何下手，这种事总会过去吧。就在我惴惴不安地等待沈博远会如此处理皇后和赵婷时，就收到徐公公请我去养心殿的消息。到了养心殿的偏殿，工人们将茶水点心都已经上齐，这才静悄悄地退了出去。我正想着待会见了沈博远该怎么安慰他，就听到主殿传来的声音，似是沈博远。次殿和主殿实则隔了一道门，在这里稍微有心的话就能听到主殿的说话声。果不其然，沈博远对皇后直言在御花园偷听到皇后和赵婷的说话。沈博远的脑子确实有些难以捉摸。我默默地捏紧拳头，要是皇后威逼利诱沈博远，我还想着该如何帮他破局。哪知皇后淡淡地说起他与赵婷之间的点点滴滴，本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门当户对的一对，早就暗生情愫。哪知皇上要选秀女，下了禁婚令后，所有适龄的女子都要被选拔进皇宫，皇后出生名门，自然是最出众的那个。说起赵婷时，我能听出皇后语气里的温柔，就像我想起沈博远时，不经意间说话都会轻柔几分。天哪，原来我早就对沈博远，所以我现在是做什么？偷听我喜欢的男人和绿了他的女人说话吗？反倒皇后很坦荡，说完后只求一死。这时我才明白皇后的不咸不淡，只是为了家族才留在后宫，实际对皇上没有一点情谊。正当我唏嘘之时，就听沈博远缓缓说道，现在朕给你一条路走，要是你真心喜欢赵婷，便随他一起出宫吧。听到这话，我能想象到皇后的震惊，因为我也很震惊啊。臣妾已入宫，便是后宫之人，皇后清冷的声音响起，还能听到她磕头的声音，臣妾谢过陛下恩典，只是臣妾与他早就没了缘分。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等衙门开印，他也该踏上自己该走的路。许久后，再也没听到主殿内有人说话。直到侧门打开，沈博远见我沉默不语的模样，伸手将我拉住，我已经努力过了。可他们最终不能在一起，我古怪地看了看沈博远，无奈地说道，你是不是看得太开了？皇后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后宫那么多女人皆是你的，你就这么看着自己被戴绿帽，还要成全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太奇怪了吧。哪里奇怪了，沈博远认真地反驳道，我自然知道偷偷喜欢一个人的苦楚，见到同病相怜的人自然会力所能及的帮助，而后宫的女人我从未将他们看成我的女人，那是原生的，不是我的。但他们入了宫，我总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赶走，只能将他们安置在后宫。果然沈博远看过皇家档案，犯过错的后宫女人都会被打入冷宫，就算被休了返回娘家，也会自缢在家中。总之这些女人进了皇宫后要离开就是死路一条，也只能放在皇宫内磨时光。这就是一入宫门深似海。
见我情绪低落，沈博远开口说道，前不久烟花已经研制好了，只是不太稳定，时不时的炸一下，我让他们再提炼提炼。又让他们将无缘无故炸掉的烟花的制作表仔细研究，终于弄出来火药。说到正事，我点了点头，赞许的说道，其实古人的智慧并不低，民间的工匠们其实也很有本事，就算是炼丹术士也是不错的化学师，看来这个方向并没有走错。哪里是没走错，完全是大大的合适，简直是超级棒的主意。重赏手艺人，提高他们的创新精神，确实带来很多不错的东西。沈博远开心的说道，四是没有任何烦恼，你见过会飞的木鸟吗？虽然只能飞一会儿就坠落，但好歹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走，我带你去看。虽然我不明白沈博远是怎么自行恢复活力，但看到他活力满满的样子，我的担忧也随之散开。他的笑容似是有魔力般，在他身边莫名的觉得很放松。被沈博远拉着往御花园而去，我并没有看到他对徐公公使眼色。冬季的御花园即便照顾得再好，也依旧光秃秃一片，好在这里的冬天不至于让河水结冰，老百姓们用水也不会太麻烦。我思绪偏远，自动带上忧国忧民的滤镜，连忙甩了甩头，将这些杂念扔掉。不是看木鸟吗？为什么来御花园？我不解地问道，突然被眼前的景物愣住。御花园的太湖内，夏日荷花满目，将整个湖水都衬得清丽几分，可一到冬天，太湖就完全变得冷冷清清，如今却漂浮着明亮的河灯，像是要将太湖都点亮。这是，我诧异地看向一脸骄傲的沈博远，我亲手扎的河灯专程送给你，祝你新年快乐，笑口常开。沈博远笑着说道，得意之后又很快补充，是闲暇时间扎的河灯，并没有耽误国事。我平时对你很凶吗？我不由问道。不凶不凶，沈博远快速地回答，怎么听都感觉不走心，就是有时候太过冷静理智，让我觉得自己很幼稚。我轻轻叹了口气，前辈子我努力奋斗挤进管理层，对待下属同事都已经习惯严肃认真以对，活得太拼命太用力，身边没有闺蜜也没有男性朋友，对待感情实则没有经验。不过我很喜欢和沈博远待在一起的感觉，虽然他有时候很幼稚，盲目乐观又跳脱，可心眼性格都很好。他的委屈巴巴可怜兮兮也只会给我一个人看，为我揉肩捶腿更是手到擒来，小心翼翼地看我脸色行事，但他该为我做的都做得很好。与他相处的点点滴滴其实早就温润着我的心。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我认真的说道，将我的喜怒哀乐都放在心上，又会认真努力的完成我给的小目标的人，他没有多优秀，但他足够用心。开什么玩笑，我们是搭档，是 CP。 沈博远笑得灿烂无比，搂着我的肩膀，不后悔也不会放手，朝朝暮暮与君相伴，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我笑着说道，突然见到沈博远脸色一红，活久见，脸皮厚的沈博远竟然会脸红，这不能是新年愿望，应该是一生许诺。沈博远红着脸认真地纠正道。他说完轻轻地亲了我的脸颊，随后又用那亮闪闪的眼睛看向我。我回应道，好，一生一世。他竟直接紧紧地抱着我，小声且认真地说道，偷偷喜欢一个人好辛苦的，好在你回应我了，我好高兴，遇到你真好。全文完。